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今天的因缘很殊胜，明天是玄天上帝的圣诞，那我们诸位法师来到大埔乡啊白马亭啊山上这个地方，那佛经里面有说啊，众等如果称念尊胜佛母心咒咒语，那看到的人事物，见到的一切有情无情都可以得到利益。那我们现在在真文水库制高点，那看到山下去啊，所以愿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佛法的光明，得到尊胜佛母的加持，通通永离三恶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念尊胜佛母咒：嗡婆隆娑哈，嗡阿弥达阿耨那帝娑哈，嗡婆隆娑哈，嗡阿弥达阿耨那帝娑哈，嗡婆隆娑哈，嗡阿弥达阿耨那帝娑哈，嗡婆隆娑哈。